大家好，等一下现在短讲会全程使用客语，如果你无法理解我正在讲什么的话，可以看底下字幕这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 Timo， 今天来介绍动气准。动气准的水系水安款系水的烟头，类水的地方，水系太好吧，挑战海类的水。水安款了头系本水系降临，韩国本水系作地的地方。水畔挑系作地。分水的门，了头的石堡，准叫做石堡，是因讲用石头建的石堡。水干是本水乡的桥，正中然又动到历史的建筑。还有动到传统的客家佛风屋，这就是动兴国桥春条，这就动将，兴隆国桥春条马动将，还有动到传统的楼梯面，分让大家。行行聊聊，什么台子噶？